啊，对，我的背，超级黑，烂，不，好像是算严重的，不太是正常的。刚来好恶，怎么样？我这个刺青，各位喜欢吗？有没有很正？我这个帅气的背啊，帅气的刺青，脖子没有光了，因为今天拍照，所以不行。还好我有突然想起来今天要拍照，不然本来这边也全部都是。因为昨天前天我室友就是他就说，因为我就跟他讲说我身体太不舒服，我整个半边都超不舒服。那我室友就跟我说，那他来帮我刮个痧这样。我就说好，当时也没有想太多，我就说好。结果他帮我拔罐拔到一半，我就说啊不行，我明天。